两位请留步，莫非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旅行者何派蒙？是呀，你是谁？我是维卡斯，学院庆典策划委员会的成员。两位可曾听说过学院庆典？没错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哦，看来我们的宣传效果还算不错。两位既然对学院庆典感兴趣，不如就由我来简单介绍一下，如何？学院庆典是由教令院举办的盛会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。具体来说，可以细分成学院游乐会和学院争霸赛两部分。学院游乐会每年都会举办，庆典期间，六个学派会在城中摆好摊位，招待游客，宣传自家学派有趣的地方，借此提高影响力。而四年一度的学院争霸赛，则是让六个学派各自选出一名代表，来角逐最后的冠军宝座。今年学院游乐会与学院争霸赛将会一同举办，所以城中的气氛也是空前热闹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啦，感觉你介绍得很详细呢。不必客气，解答有关学院庆典的问题是我的职责，何况我其实有求于两位。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吗？是这样的，对我们来说，今年的学院庆典至关重要。小吉祥草王大人与贤者们拟定了一项计划，明年教令院会从沙漠中招募一些有天赋的人成为学者。因此，这一次的学院庆典，我们邀请了许多生活在沙漠的民众来参加，希望他们能提前感受教令院的氛围。听说两位的名声在雨林和沙漠都很响亮，如果你们能参加学院庆典，特别是学院争霸赛的话，一定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场盛会。对呀，难道说要我们加入某个学派？但是当了学者就要面对考试和论文了。请放心，学院争霸赛的参赛者已经确定了，我是想请两位做我们的特邀评论员，观察并记录每一场比赛。两位不必有什么压力，跟随着比赛享受这一次的学院庆典就好。另外，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酬劳，不会让你们白跑一趟。这样听上去还可以，你觉得呢？等会儿到学院庆典现场，会有主持人详细介绍每一位参赛者，其中或许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。现在我就暂且卖个关子，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接下这份委托？又能去学院庆典玩，还有酬劳可以拿，听起来很不错嘛。学院庆典的主会场在聚沙厅附近的郊外，主持人名叫卡丽娜，你们把情况告诉她，她会帮你们安排妥当。时间不早，学院争霸赛也快要开始了，祝两位特邀评论员一路顺风，有什么疑惑可以随时过来找我。好，我们出发。各位，欢迎来到学院庆典现场。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揭晓本届学院争霸赛的奖品，丰厚奖金、项目资源、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，以及佩戴财石之冠的权利。不用我说，大家也能猜到，这是荣誉的象征。他应该就是维卡斯说的卡丽娜了吧？看来他现在很忙，我们等会儿再找他吧。财石之冠，真是完美的艺术品。每次见到他，都会不自觉地沉醉在他的美丽中。有资格佩戴他的人，想必也是难得的天才吧？相信很多人已经见过财石之冠，
或者听过有关他的传说了。20年前，一位叫萨奇因的学者花重金将他买下，并捐献给了教令院。如今学院争霸赛提供的丰厚奖金也正是来源于他的赞助。比赛开始前，请允许我向这位不在现场的学者致以感谢。一切正在变糟，一切都会变糟。人性带来纷争，纷争导向毁灭。罪恶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……喂，别发呆了，刚刚叫你就没有反应，是没有休息好吗？不会又偷偷熬夜了吧？好的，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比赛开始了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6名学院代表上台，他们分别是：声论派代表提纳里，素论派代表赛诺，明论派代表莱伊拉，知论派代表法路山，妙论派代表卡维，以及英论派代表……英论派代表还没有到场吗？像这种聒噪无用的介绍，还是趁早结束吧。啊，等一下，英论派的代表怎么回事？来了，最后一位参赛选手，英论派代表阿茂。原来这个人叫阿茂，我见过他。啊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听说他是外国学者，挂名在英论派，写过不少时政分析的论文。英论派的学者大多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，不过这人平时神出鬼没，和其他人也没什么来往。抛去争议性不谈，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也算鞭辟入里。英论派这几年人才凋敝，有名的几个又不在教令院，估计也是选无可选。总觉得有点奇怪，他不像是会来参加这种比赛的人吧。6位参赛者已经登台亮相，比赛很快就会开始。本届学院争霸赛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这么一看，学院争霸赛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呢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是特邀评论员吧？搞清楚每个人参赛的原因，应该也是我们的工作。等会儿打招呼的时候，我们顺便问问他们吧。特别是那家伙，总觉得他出现在这里有些奇怪。啊，卡维、法鲁莎、莱伊拉。哦，是你们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现在可是特邀评论员哦，负责记录整个比赛过程。哦，那就拜托你们拍下我夺冠的瞬间了。记得镜头从下往上打，多拍点背影特写，这样更有前辈的感觉。话不要说得太满，要夺冠的明明是我才对。想和我斗？你们还太年轻了。不管是差喝伐罗的小鬼头，还是离多范地的小崽子，刚刚我就想问，法路山前辈认识我吗？嗯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有时候晚上在图书馆见到你，你还会主动向我打招呼呢。什么？
我完全没有印象。真是一件奇事。不过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。我是支论派名宿发禄山，你是名论派的莱伊拉吧？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算正式认识了。你看，多简单的事啊！我很喜欢你这样尊重前辈的好孩子，要不要来我的研究小组？发禄山前辈，这已经属于跨学派挖人了吧？还是不要强求比较好。我知道，不过最近招不到人呢，研究经费就那么一点儿。等我夺冠后，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。难道说发禄山是为了增加研究经费才来参加比赛的？倒也不只是这样。怎么，你们对我参赛的理由很好奇？哦，说起来你们是特邀评论员，会问这些倒也正常。最近有很多刚入学的新人，他们也会关注这次比赛。如果我能拿下冠军，将来肯定有数不清的学者慕名而来。再加上夺冠还能获得学院内的项目资源，研究经费也不再是问题了。不好意思了，两位后辈，这次的冠军我势在必得。我也会努力拿下冠军，至少不能输得太难看。莱伊拉是为什么来参赛的呢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推荐了我，我明明没有报名，睡起来却发现名字已经出现在公告板上了。我很紧张，总担心会辜负大家的期待，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了。别紧张，后辈，失败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。可是我不想失败呀。糟了，大家的参赛理由都这么正面的吗？一定要说吗？一定要说，我们会记录下来的。就是你们懂的吧，我想购置一套房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从埃尔海森那搬出。埃尔海森？什么埃尔海森？这里有他什么事？对啊，真奇怪，刚刚不小心说错了。就是说，你看上了争霸赛的奖金，想用它买一套房子，对吧？没错。另外，在我小的时候，老爹曾经参加过学院争霸赛，不过没能夺冠。等我拿下冠军，就有资格戴上那顶冠冕了吧？说不定还能替老爹完成一个梦想。这个理由不错呢，挺有志气。虽然有我在，后辈夺冠的机会不大，但假如你真的能戴上才识之冠，我觉得你父亲应该会很高兴。可能没什么高兴的机会了吧。老爹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听说是去沙漠旅行，运气不好，碰上了流沙。没想到后辈还经历过这种事，真不容易。嗯，都过去了，人还是要活在当下，不是吗？哎，换个话题吧，要是气氛因为我变得沉重，就糟糕了。好吧，刚刚你说想用比赛奖金买一套房子，是打算自己住吗？你现在住哪儿呢？这个怎么感觉有点奇怪？刚刚我还听到艾尔海森，他不是我们支论派的人吗？你们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没告诉我？怎么可能？你多心了。不关派蒙的事，我们先去采访别的参赛者啦。
又见面了，两位。嘿嘿，我们也来学院庆典玩了，而且我们现在还是特邀评论员呢。是吗？我听说会有特邀评论员用留影机记录比赛过程，没想到是你们。既然我现在还在休假，那有句话一定要说，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真是个巧合，就像桥的下面总有河。说起来，提纳里是申论派的学院代表，塞诺是素论派的学院代表，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应该都毕业了呀，毕业了也可以参加比赛吗？果然你们也是这个反应。我得知自己被选为学院代表时，其实比你们还要惊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凡是在教练院待过的学者都有参赛资格，是否毕业并不影响。还有这种规则？还是有一些限制的，比如贤者不能参赛，每人最多参加一届比赛等等。没错。另外，挑选学院代表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自己报名，另一种是被学院半数以上的学者联名推荐。我猜提纳里应该是后一种。我听说有不少学者自发为提纳里前辈拉票。哎，有时候真想用力敲打一下那些后辈的脑壳，让他们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。也可以拒绝，不过我仔细考虑了一下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机会。下个月在化成锅会有一场生态科普讲座，如果我参加学院争霸赛，就可以借用比赛的人气提前做一些宣传。至于夺不夺冠，我倒并不是很在意，不像我旁边这位。嗯，抓紧最后一点假期，我听说奖品有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，就主动报名了。这次的卡牌很珍贵，错过了会很可惜。难道说是仅此一张的超级强力卡牌？不，是一张很常见的卡，但卡面上有一层闪烁的银色碎粒。啊，有什么用吗？非常帅气。我的意思是除了帅气之外呢？这个理由已经足够，我会全力以赴拿下冠军，将他加入我的牌组。像我这样不怎么打牌的人很难理解，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参赛理由，倒也不足为奇。也对，走，我们再去问问其他人的理由吧。叫我阿茂吧，这是我在英论派挂的名字。阿茂听上去只是绰号，不是名字吧？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，我不能用吗？好吧，阿茂选手，你为什么会来参加学院争霸赛？我们现在是特邀评论员哦，希望你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你们就算是风气官也没用，我不回答的话你们能怎么办？你这家伙。哼，不妨告诉你，我答应过别人不会把此行的目的透露出去。你该不会秘密计划着什么吧？难说呢，你们猜猜我打算干什么。气死我了，不说算了。那我们不问你参赛的原因，换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加入英伦派？你们还真是喜欢刨根问底呀、啊、不回答是不是就要一直听你们聒噪下去？
我听说英论派有个叫亚卡巴的学者在研究踏贝沙事件，就写了几篇文章驳斥他的观点，后来闲着无聊就顺便点评了几句到期的社会问题，没想到被英论派的人当成了同学，还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什么讲座。从头到尾不过是愚昧之人的一厢情愿而已，这种误会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，但小吉祥草王得知这件事之后，竟然自作主张给我办理了英论派的学籍，用的还是阿茂这个名字。话就聊到这儿吧，比起我，你们不如费心关注一下别人，有人很快就要倒霉了，猜猜是谁？你这家伙一点都不让人放心，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，一定要好好盯着他。卡丽娜现在好像闲下来了，我们去找她吧。啊，我已经听说了，两位就是维卡斯新找来的特邀评论员吧？刚刚看你们聊得正开心，我就在附近等了一会儿，不知道两位现在方便吗？我们也正想去找你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请允许我向你们详细介绍一下特邀评论员的工作。首先有两样东西请你们收好，第一个是教练院特制的留影机，希望两位用它记录比赛过程。第二个是比赛专用的提示器，它会帮你们标注参赛者的位置。另外，如果有参赛者完成比赛任务，提示器也会发出声响。听上去是很方便的道具呢。嗯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两位评论员，不过他们平时会待在评论席附近，不会全程记录每一位参赛者的行动。哦，说起来，那两位你们应该也认识，分别是艾尔海森先生与妮露小姐。啊，是他们呀！嘿，等一下我们也去打个招呼好了。那我就不多耽误两位的时间了，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是吗？我还真没有注意到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呢？奇怪，那时候我一直在舞台上，并没有看到有人走上来呀。是啊，我也没有看到。啊，我想大概率是你看错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有什么新的线索，也可以随时找我。旅行者派蒙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迪西亚、坎蒂斯，你们也来学院庆典啦？哦，看来是两位的朋友到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祝你们在学院庆典玩得开心。教令院给我们也发了邀请函，迪西亚就提出一起来看看，村子里的人也希望我出来走走，我很难拒绝他们的好意。既然来了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就算学院庆典称不上什么节日，也是须弥城有名的盛会了，四面八方的商人都会过来摆摊，各种吃的用的穿的商品数都数不清。我早就想帮你挑两件衣服了，哪有人工作和生活穿同一套衣服的。我也很期待啊，光是像这样放空自己四处闲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？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玩，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。真可惜，等你们有空的时候再来一起逛街吧。好呀。那我们先走一步，好的成衣与好的布料都是要抢的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哦，对，还要买几件配饰。不用着急，我觉得慢慢逛比较开心。再见了两位，闲下来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玩哦。没想到迪西亚和坎蒂斯会来，真期待和他们一起逛街呀。啊，不过比赛好像要开始了，我们先去艾尔海森那边看看吧。
下面我将依照规定宣布第一轮比赛的内容，请听好。在刚才的开幕式上，教练院的工作人员放飞了几笼蝴蝶，有相当多的蝴蝶飞到了须弥城内。那些蝴蝶里有三只是经过特殊培育的迅捷飞蝶，它们的长相与一般蝴蝶不同，飞行速度也快了一点。本轮比赛的目标是找到迅捷飞蝶并带回我这里。找到蝴蝶的人按照带来的先后顺序将会依次获得三点、两点、一点积分。以上即是第一轮比赛的全部内容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其他工作人员解答。艾尔海森还是老样子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。说起来，他又是为什么来当特邀评论员的呢？真让人好奇。在广阔的须弥城里找三只不一样的蝴蝶，怎么想都不太可能。如果迅捷飞蝶的习性与普通蝴蝶相近的话。我先走了，将须弥城从内到外完整的搜一遍需要花不少时间。啊，这就走了？赢家永远在胜利的路上。查赫伐罗的后辈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？合作？看来面对这种困难的比赛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。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吧？总之先观察一下，看看他们的反应吧。啊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他好像和我们一样，也在观察其他参赛者。果然不能掉以轻心。还记得上次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？是他们出场的时候了。卡维和发露莎好像在密谋着什么。哦，我和发露莎前辈在商讨怎么。等一下，这里人多眼杂，还是暂时保密为好。不过你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了。走吧，必须赶在别人之前行动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做准备，等会儿见。大概就是需要这些了。有什么困难吗？大部分药剂我都有带，剩下的应该也可以买到。克莱，你也来啦。缇娜里，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？我猜生物的一些基础习性并不会因变异发生太大差别，所以想利用这一点将迅捷飞蝶诱骗出来。当然也说不定我的猜测是错误的，每一次变异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，特别是人工诱导的变异，具体情况只能等试验后再说。我和克莱先去采买实验需要的各种药剂了，回头再见。再见啦。莱伊拉看起来好像很苦恼。是呀，完全想不到该怎么办。迅捷飞蝶是什么颜色的呢？会有特别的花纹吗？和普通的蝴蝶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连这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搞不懂，学过的知识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我记得你们研究星象的人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用个占星术不就找到了？你是阿茂先生？难道是因为在白天用不了占星术？看来这个本领也不怎么好用。不是的，即使是在白天想用占星术的话也有办法，只要有星盘。那莱伊拉为什么不用呢？阿斯托洛吉斯莫纳梅基斯图斯前辈曾说，用占星术过度谋取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的人，最终会失去星空的赐福。啊，这是我从学术报刊上看到的，我很喜欢看莫纳前辈写的文章。想多了，力量只是工具而已，
看来你并没有带上冠冕的决心，那就带着不成熟的想法自求多福吧。什么嘛，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，又自顾自地走了。抱歉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谢谢你们，我还是决定不用占星术，去城里碰碰运气吧。我其实还比较擅长观察，如果幸运的话，说不定能发现那种特别的蝴蝶。哎，快去城里看热闹，赛诺大人好像找到迅捷飞蝶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人呢？蝴蝶飞往高处，赛诺大人正在赶过去。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不愧是赛诺前辈。哦，你们是不是也过去看看比较好？赛诺前辈抓到蝴蝶，这一幕应该很值得记录吧？等会儿我也会进城去找一找，到时候再见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去赛诺那边，之后再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吧。待在那别动。抓到了。啊，三诺你怎么了？这不是要找的蝴蝶，这是啊，总算爬上来了。哎，三诺，听说你抓到迅捷飞蝶了，拜托让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这不是我放出去的机械诱饵吗？我说你啊，不去抓迅捷飞蝶，抓我放的诱饵干什么？等等，后辈，换个角度想想，你做的假蝴蝶连赛诺都能骗过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是啊，以前有一次做室内设计的时候，我觉得墙上的假花太单调，就想放置一些会动的机械蝴蝶做点缀。为了能做出小巧又灵活的机械蝴蝶，我特地向发禄山前辈请教过。然后不久前，我和发禄山前辈取出了所有的机械蝴蝶，放飞到了城内。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？哼，连这个也要问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少见多怪呀。你们没玩过那个游戏吗？把纸片拴在竹竿上，带去花田挥呀挥，就能引来一大串蝴蝶。还真没玩过。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没错，须弥城里面的蝴蝶会将我们的机械诱饵当作同类，跟在他们的身后。我们只要不停地放出和收回诱饵，就能将城内的蝴蝶一网打尽，之后再甄别其中的迅捷飞蝶就好。居然还有这种办法，可不要小瞧前辈的智慧啊。在听到比赛内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好取胜的方法了。当然也多亏了后辈能做出这么惟妙惟肖的机械蝴蝶，看来查和伐罗这些年也不算一无是处，起码在教书育人上还有点成绩。我只是做好我擅长的事而已，点子还是前辈想出来的。不必客气，等我们将城内的蝴蝶一网打尽，就平分这一轮比赛的积分。快看，已经有机械诱饵飞回来了。不对，诱饵后面怎么是空的？是我开始眼花了吗？就是什么也没有了，你们的方法好像失灵了。看来比赛还要继续下去了，我再去别处找找。奇怪，难道说有什么东西引开了蝴蝶的注意力？走，后辈，
顺着诱饵飞回来的方向找一找。我们也跟上去看看。卡维，你们怎么停下来了？原来是阿弥利多的小子。是提那里？很神奇吧，蝴蝶驻足在这里是因为我用了一种特别的熏香，我在熏香中添加了三种不同的花蜜，蝴蝶顺着香味找来就会环绕在我的周围。那蝴蝶的鼻子一定很灵敏吧？说起来，蝴蝶有鼻子吗？我好像没见过。蝴蝶是没有鼻子的，它们的视力也不太好，但是蝴蝶可以靠触角分辨出气味，而且嗅觉相当发达，可以感知到很远之外的花香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前也养过蝴蝶，我记得我曾经去野外采花铺在盒子里，可是它没有吃。很正常，饲养蝴蝶虽然不算困难，但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比如气温是否适宜，空气是否充足，空间是否宽敞等等。另外也要考虑挑选的食物是否合它的胃口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于好奇时不时地打扰它休息，让它感受到压力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当时经常用手指去戳它的翅膀。人类会为了观赏而饲养很多生物，但并非所有的生物都适合被饲养，照看生命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，至少要提前学习一些相关知识，不能只靠一时冲动。哇，感觉你懂得好多。我也有个问题，前不久我买到了一只圣金虫，但它一直没精打采的，能请您帮忙看看原因吗？我想养一只鸣蚕鸟，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呢？请问长柄虎能养吗？好了，看得出来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不过我正在参加学院争霸赛，没有时间一一解答。这样吧，下个月在化成锅会有一场生物科普讲座，到时候我会讲一些有趣的生物知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听，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提前准备好，我会在讲座后逐个回答。好哎，我也要去。当然，希望大家问点正常的问题，比如长柄虎能不能养，主要取决于你能不能打得过它。提那里真的在宣传科普讲座，感觉效果很不错呢。糟了，一不小心听了这么久。不愧是柯莱的师父，还真有几分老师的派头。前辈，我刚刚去附近转了转，这里的蝴蝶几乎全部被熏香引来了。不过我们可以把机械诱饵放到更远的地方，避开这片区域。那我们开始行动，不能让所有的蝴蝶都被抢走了。感觉比赛逐渐激烈起来了。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参赛者在做什么吧。懂得欣赏美是一种好的品德。
你这边有什么进展吗？我已经找了很久了，暂时并没有看到迅捷飞碟，反而在屋顶上抓到了几只长得很像蝴蝶的机械机关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看来到处都有发路山和卡维放出来的机关，我会再努力找一找。不过从刚刚开始，我注意到城里的蝴蝶少了很多，应该是其他参赛者都想到了办法吧。哼，我也会用心去观察的。啊，这个是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了。接下来，抓到它就好了吧。请等一下，飞走了，好快的速度！艾尔海森那家伙还说什么飞行速度快了一点，明明快了好多。等等，我们也跟上去。提示器好像响了，看来已经有人找到迅捷飞碟了。为什么行不通呢？真让人想不明白。提示器又响了，又有人完成比赛了，也就是说莱伊拉现在跟着的是最后一只迅捷飞碟吗？我突然想到，得给你也买一个化妆盒。算了吧，感觉用不上。平时或许用不上，但是准备一个也没坏处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嗯？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请不要动。让我不准动？哼，谁派你来的？迪西亚。放心，小麻烦而已。你干什么？你是在找这个吧？给你，拿好了。蝴蝶？刚刚停在我头上吗？你是？好久不见，莱伊拉。朋友？哦，难道是之前提过的那个？对呀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有段时间了。哎，我第一次梦游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到了阿如村。那时受过坎蒂斯小姐照顾。是啊，她看起来不太好，我请她吃了些东西。我还听他说了很多难懂的东西，占卜、夜空、晚星，听上去都很浪漫呢。对了，这个蝴蝶你不想要吗？我看你是追着他跑过来的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我就放飞了。还是收下吧，别客气。迅捷飞碟明明速度那么快，坎蒂斯却很轻易地将它抓住了。在我眼里并没有多快，我还担心自己会弄伤他，好在最后没出什么意外。刚才抱歉了，看你突然冲过来，还以为是哪里派来的刺客呢。虽然应该没有熬夜熬出黑眼圈的刺客。哎，你是在参加比赛？再重要的比赛也不能忘了休息啊。我会注意的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继续去逛街了，回头再见。我们也先和莱伊拉一起把迅捷飞碟带回去吧。
看来已经有第三位参赛者带回了迅捷飞碟。第一轮比赛到此结束，希望各位第二轮再接再厉。好了，解散。艾尔海森先生的结束语还是那么果断。你也可以参考这种作风，获得更自在的生活，尼罗小姐。等一下，前两名是谁？第一名是提纳里先生，第二名，还在商量。喂，艾尔海森，刚刚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第二名不是可以获得两点积分吗？我和法鲁山前辈平分不就好了？佩服你的想象力，争霸赛手册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条规则。那就现在加一条。你觉得我可能这样做吗？你总不会阻挠我夺冠吧？你可以将你天真的想法落实成书面申请交给赛事委员会，他们三个工作日内就会给出答复。那也太晚了吧。没办法，做梦也是要花时间的。我听明白了，原来第二只迅捷飞碟是卡维与发路山一起找到的，但是比赛规定只能有一个人拿到积分。没办法，看在你尊称我为前辈，虚心向我请教过的份上，这次的分数就让给你吧。那我就将分数记在卡维先生身上了。不行，如果我拿走积分，不就意味着发路山前辈的功劳完全被抹掉了吗？前辈也许觉得无所谓，但我不能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。其实我倒是不在意，反正还有两场比赛，就算先失一局也没关系。不过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也有个办法，我们抽签来决定积分归谁吧。抽签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就用这个方法吧。那我来制作抽签要用的纸团吧，请稍等。这真是……抱歉了，后辈，看来运气还是站在我这边呢。这是前辈应得的，我只是在感慨自己的运气不好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生活中才会有很多烦恼吧。确实很少见到运气不好还愿意用抽签定胜负的人。你懂什么？我只是……辩论以后再说，分数记在发路山身上，这样第一轮比赛正式结束了。第二轮比赛会在沙漠中举行，到时候我们评论席也会转移到阿如村，等时间到了就去阿如村集合吧。到时候我会宣布第二轮的比赛内容，在那之前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我也下班了，再见。艾尔海森，卡维先生，别难过，叹气也会让运气流失哦。是这样吗？那我现在深呼吸，应该能把流失的运气再补回来吧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就是两点积分吗？又不会直接决定胜负。下一轮我就会赢回来的，你们好好看着吧。看来后辈你已经振作起来了，不过沙漠的地方我可是很熟悉的，到时候可不要再输给我了。沙漠我也不是第一次去，没什么的。好了，话就说到这里，我先过去熟悉一下环境。现在的排名是提纳里第一，发路山第二，莱伊拉第三。下一轮比赛之前，我们应该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先去哪里逛逛比较好呢？让我想想。两位好像很苦恼呀，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逛学院庆典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好建议，去跟我们会长聊聊怎么样？咦，你说的会长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当然是须弥最有名的商人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桑哥马哈巴伊老爷啦。原来是多利。是呀，会长大人特地派我来通知两位，他就在须弥城北门等你们哦。障碍清除。
这不是旅行者和小派萌吗？波利，果然是你呀、啊！你也来学院庆典了？那当然，因为学院庆典这段时间出入西迷城的人数不胜数，正是做生意的好时机。这里既是须弥城的入口，又紧靠着学院游乐会的摊位，不愁没有顾客。我已经听到摩拉入袋的声音啦！怎么样，要不要从我这儿买点好东西？应有尽有，童叟无欺。那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居然在学院庆典上只想着吃。吃的东西当然也有，不过推荐两位选购一些更划算的东西哦。学院游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每一个学派都会准备一些小小的挑战。嘘，我这里可以买到一些砰砰锵锵超级提分丸，吃了这个可以短时间内眼明手快，力大无穷，不管是什么挑战都不在话下。我们才不需要呢，这点小小的挑战对我和旅行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等下我们就去学院游乐会大展身手。我只想要好吃的，你这里没有的话我们可就要去别处啦。哎，好吧，能赚一点是一点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想想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啊，你这里有米原塔吗？啊，让我找一找。这可是一笔大单。如果做成了，我们将无往不利。那，两份米原塔，请收好。早就说过，桑格马哈八一老爷这里无所不有。太好了，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谁呀？是我们认识的人吗？哎，是什么可疑的人吗？难道说还有别人盯上了？多莉，总觉得你好像知道些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看到的是谁，不过我手上确实有一些关于学院庆典的独家情报，两位感兴趣的话等下可以来找我谈生意哦。
做些什么好呢？随我左右即可。调音完成，就这么做吧。绝不拖后腿，尽量。
若金汤，此乃天道。无处遁逃，道光亦是永恒。奥义看破，御风而行，克云野夜明，克天动万象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。此刻寂灭之时，此乃天道，往返自然。可叹落叶飘零，御风而行。该走攻击了，无处遁逃，无念断绝。万象，往返自然，克风动鱼行，冒险冒险，御风而行，克天理长驱，微光无色。此刻寂灭之时，倒影看破，天动万象，安如磐石。无念断绝，微光无色。微光无色，御风而行，风动鱼行，往返自然。该出发了，无处遁逃。你也想和我共舞？固若金汤，此乃天道。御风而行，可叹落叶飘零，受风解印。Thank you.
令人快慰。顺着风的方向，
Thank you.
该出发了。
该出发了。Thank you.
该出发顺着风的方向，顺着风的方向。自然，
情。冒险，冒险！冒险，冒险！奥影看破，该出发了，该出发了。出发了，
天动万象，你靠太近了，就玩一会儿吧。我说，你的黑眼圈看起来比上一轮更严重啊，没事吗？多谢卡维前辈关心，我这几天有点失眠，就算不停催促自己入睡，脑袋里也总是想着比赛的事，不知不觉就熬到天亮了。哎，能理解，我被设计图折磨的时候也这样。前辈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说实话，没有。不如说很多事从来都没有速效解决法，只能忍耐，或者就这么熬过去。大概就像生病一样，有时没法对症下药，就只能等他自然痊愈。我不清楚你在苦恼什么，只是能感觉到你身上那股强烈的焦虑和压抑。不过比赛快要开始了，打起精神来吧。好的，也祝前辈比赛顺利。
看来人已经到齐了。接下来我将宣布第二轮比赛内容。阿如村附近的这片区域中，现在埋藏着三台地脉干扰器。这种机器能够模拟地脉紊乱的效果，时刻干预着区域内的环境。你们的目标是将他们关停。最先完成比赛的三个人，按照关停机器的顺序，依次获得四点、三点、两点积分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每个人只能携带定量的水和食物。另外，离开比赛区域会视作本轮弃权。怎么样，后辈？这次还要不要继续合作？看在上一轮的份上，这次我可以考虑先帮你拿到积分。不用了，前辈，这一带我来过很多次，机械更是我的专长之一，找到地脉干扰器对我来说轻松得很呢。可以，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。我也对这附近很熟悉，看看我们谁先找到机器吧。不过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一个夺冠热门人选，需要小心应对。夺冠热门人选是谁啊？看到了吗？就是提纳里那小子。上一轮他拿了第一名，如果这一轮还是他最先关停机器，就可以提前宣布学院争霸赛结束了。我听说前不久你们一起解决了稻城林的地脉泄露问题，这次也是机器模拟的地脉紊乱，对他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。有道理，这么看提纳里获胜的可能性确实很高。那小子已经有科莱这么好的徒弟了，再让他拿到冠军，岂不是什么好事都让后辈占了？作为前辈，我要阻止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出现。我先出发了。我也走了，回头再见。你还好吗？现在还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只有这么一点水吗？很抱歉，但是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，这一轮比赛表面上是比拼关停机器的速度，其实也是在考验恶劣条件下的生存能力。果然比我预想中难多了，要么速战速决找到机器，要么就只能节约体力等待机会。我明白了，我也准备去沙漠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大家都已经出发了，这次我们要先去谁那边呢？哦，让我想想。对了，发路山不是说提那里是这次的夺冠热门吗？我们就先去找他吧。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，不必匆忙。看来比上一场麻烦，不过我不急，应该找个地方坐下看他们忙活。
们会把地脉干扰器放在哪里呢？骑士器指引的位置就在这附近才对啊，停那里，听得到吗？真的啊，骑那里怎么昏倒了？我们快去帮忙。骑那里，你没事吧？好热。原来是热的。难道说提那里不习惯在沙漠中行动？没错，以前每次来沙漠我都会准备很多水来避免这种情况，这次水很快喝完了，再加上地脉紊乱的影响，脑袋就开始晕晕的。说起来，我祖先中的巴罗加修纳其实来自沙漠，然而物种迁徙往往就不能适应原先的环境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得快点去找水。人类真是脆弱，血肉之躯连应对外界环境剧烈变化都做不到。拿着，给他喝。真的吗？这水是普通的水吧？喂，你这就走了？真是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不过还是先把水给提那里比较重要。多谢你们，我感觉好一些了。也不光是我们啦，其实刚刚总算找到了。塞诺，你也来了。有点担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还能坚持下去吗？尾巴上的毛都烤干了，我觉得没必要硬撑下去，看来我不太适合这一轮比赛，既然这样，不如早点回阿如村休息。提那里打算弃权吗？有第一轮的积分打底，就算第二轮颗粒无收，下一轮仍然有逆转的机会，现在退赛还能提前养精蓄锐，继续耗下去反而没什么意义了。明智的判断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也能回去。好啦，不用跟我们客气，走，我们出发回阿如村。金汤，
你们还有闲工夫到我这里来？缇娜里，你身体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再休息一下？正好有阴凉的地方，可以待一会儿。好吧，听你们的。三诺前辈、缇娜里前辈，还有旅行者和派蒙，莱伊拉也在。嗯，阳光太晒了，我在这里躲一躲。你们呢？难道说是已经完成比赛了？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，我准备弃权。赛诺和旅行者正要送我回阿如村。弃权？这也可以吗？我记得规则上应该允许吧。艾尔海森说过，离开比赛范围会被视作荡轮弃权。比赛前我问你还好吗？如果那时候你直接弃赛，也就不用遭罪了。总要试一试，试一试发现做不到，再放弃也不迟。等回去，我一定要多做几种防晒精油。下次来沙漠之前，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说起来，你是莱伊拉选手吧？我感觉你的状态也不好，没事吗？我刚进沙漠的时候也有点头晕，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，已经好多了。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放心，我只是……压力很大。啊，赛诺前辈能看出来吗？我在审问犯人的时候见过他们露出和你差不多的表情。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做明论派的代表，很多人都是因为传言才投票选我，但那些传言在我看来很飘渺，反倒是他们对我的期待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算是平时经常指责我的人，这次也投了我的名字，我觉得自己也该有所回应。这份期待让你感受到压力了吗？是的，我听说缇娜里前辈也是被投票选上来的，前辈是怎么应对这种压力的呢？说实话，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压力。首先，投射在你身上的期待未必都是善意的，真正愿意为你考虑的人不会希望你勉强自己。然后，我们是学者，学者的本职工作是跟知识打交道，而不是回应他人的期待。就像我来参加比赛，是为了宣传下个月在化成锅举办的科普讲座。我当然会在比赛中尽我所能，但不会背上额外的压力。我觉得你也可以找一个更明确的目标，这样应该会好一些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缇娜里前辈的教导。
说了这么多，嗓子又开始冒烟了。我的水壶里还剩一些。不用了，这里离阿如村也不远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。你不是还想要限定卡牌吗？赶紧继续比赛吧。放心，我会背负着你的意志战斗下去。不要说的好像我已经断气了一样。旅行者派蒙还有莱伊拉，我先走了，比赛结束后再见。我也继续去找地脉干扰器了。莱伊拉，你好一些了吗？刚刚和提纳里前辈聊了聊，我感觉心里好受多了。从家乡来到教令院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宝贵，当然也有点辛苦，各种复杂的星象模型，数不清的随堂测验，还有绞尽脑汁才能勉强做完的论文，就像一块块滚动的巨石催促着我不停向前跑。当我被选为学院代表时，我总觉得身后的巨石又多了一块，每次闭上眼睛我就会想，如果我搞砸了的话，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失望吧。是啊，我想这就是提纳里前辈想要告诉我的，你们不会阻止提纳里前辈退赛，也不会对我感到失望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没错，所以莱伊拉不要不开心了。不过提纳里前辈也说希望我能够有更明确的参赛目标，现在我还没有，我会仔细想一想的。不耽误你们时间了，你们还要记录其他参赛者的事呢，说不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有进展了。那我们先去其他参赛者那里看看，不过先去找谁呢？提纳里已经弃权了，赛诺刚刚见过，要不要去发卢山前辈那里呢？我听说发卢山前辈对沙漠很了解，应该进展很快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发卢山。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你这边有什么进展吗？你们来得正好，我正准备从这里往下挖。哎，难道说你已经找到地脉干扰器了吗？这点小问题怎么可能难倒我？进入沙漠不久，我就发现一个原能构装体的行动轨迹不太正常，一路跟了过来，到这附近的时候它突然就不见了，说明这里肯定有问题。不愧是发路山，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。谁让我的经验更丰富呢？先不提这个，现在有人完成比赛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看来我就是第一个了。皮纳里那小子呢？啊，为什么？他不太擅长在沙漠里行动。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弱点，还要多多锻炼才行啊。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？离多范蒂的小丫头还在苦恼吗？提纳里跟他讲了一些道理，现在莱伊拉看起来好多了。赛诺刚刚出发开始找干扰器，阿茂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卡维呢？他也没有找到地脉干扰器吗？没有吧，不然我们的指示器会响的。奇怪，他怎么也磨磨蹭蹭的，以他的水平不应该这么久了还没消息。
我这边已经没什么悬念了，你们到他那里去看看吧。来了来了，我有一种预感，很快就能挖到好东西了。安如磐石。都说了别跟着我，我身上就只有这么点吃的，全给你们了。叫也没有用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我身上只剩下半壶水，不可能给你们的。哎，没有水在沙漠寸步难行，等会儿我还得去找东西。梅赫拉克，你帮我拦住他们。山让我们来看看你，你在做什么？哎，提起来就生气。我在沙漠里走了没多久，就被这些家伙缠上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没有离开比赛区域，还被地脉干扰器搞得晕头转向。见到我之后，索性赖着不走，还从我这儿骗去了为数不多的食物。不是让你帮忙拦一下他们吗？卡维，这个会飞的大铁块是你的吗？嗯，这是我的工具箱，叫梅赫拉克。工具箱看起来好高级。你好呀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我出门要带东西吗？有个实用的手提箱总是好事，可它看起来也不是普通的手提箱呀。说来话长了，之前我在沙漠工作，遇到过一支商队，他们手上有个宝贝，是从陵墓里挖来的机械核心，那个核心很明显出自赤王文明，赤王的技术由来至今未能判明，妙论派内部也是观点众多，我们现有的理论还不能解开这些谜，所以难得看到这么完整的零件，我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下来了。前阵子我想做个可以放东西又能脱手的自动手提箱，哎，正好有这个零件，就以它为核心制作了梅赫拉克。他理解不了很复杂的命令，但可以充当我的助手，帮我完成测绘之类的工作。最重要的是他不会说话，不会一张嘴就让人恼火。这么说来，上次多谢你帮忙隐瞒我现在住在艾尔海三家的事。哎，对不起啦。唉，真希望这种生活早点结束，我的人生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生活越来越糟。可能要追溯到我母亲改嫁去枫丹，或者从我在图书馆向艾尔海森搭话开始。又或者是因为卡萨扎莱宫掏空了我的钱包，欠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完。
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仔细想想，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走运，被困在地脉紊乱的地方，对你们也是一种无妄之灾。哎，好吧，我先送你们从这里出去。但是卡维，你不是还要找地脉干扰器吗？话是没错，也不能放着他们不管吧。哎，先不想那么多了，越想越头疼，把他们送出去，然后我再去找地脉干扰器。没时间闲聊了，我先走了。总觉得卡维很矛盾，那么想要冠军奖金，又放不下他想帮助的对象。上次见他就觉得了，他好像很容易陷入困境呢。我也不想说这种话，可那种性格的人弱点好多，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吧。啊，有人已经完成比赛了。对啊，会是谁呢？我们去找艾尔海森问问吧。我们已经核实完毕，赛诺先生，恭喜你最先完成比赛。原来是赛诺最先找到地脉干扰器。我是素论派出身，熟悉有关地脉的知识，找到干扰器对我来说并非难事。正好旅行者和派蒙也在，赛诺先生要不要说一说感想呢？感想吗？我的朋友倒在了比赛的路上，所以我绝不能输。过往的牵绊将开辟新的未来，友情之证连接着我们，此刻的我不会输给任何人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品《召唤王》中的台词，也是我现在的感想。我觉得幸亏缇娜里不在，不然应该会敲他的脑袋。不知不觉已经快到晚上了，想必选手们的水与食物已经耗尽，比赛将变得越来越艰难。类似的场面在《召唤王》里也出现过，非常经典。艾尔海森先生有什么看法？我对召唤王没有什么感想。很显然尼禄不是在问这个吧。夜晚的沙漠比白天更危险，比赛应该接近尾声了，目前只剩下法鲁山、莱伊拉和卡维还在坚持。不知道下一个找到地脉干扰器的会是谁呢？只剩下三个人了吗？提纳里弃权，赛诺完成比赛，对了，阿茂呢？不久前也弃赛了。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不过就像艾尔海森说的，比赛应该接近尾声了，我们去看看其他参赛者在做什么吧。比赛越发激烈，相信艾尔海森选手也感受到选手们的热情了吧。相较于选手们的热情，沙漠的炎热更直观，提纳里退赛是个相当明智的决定。造的船遇到港口也会停泊，所以璃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。又见面了，我突然想到
你们也跑了这么远的路，会不会很辛苦？是吗？感觉你们好厉害。夜晚的沙漠开始变冷了，风里带着沙粒，吹在脸上会有点疼。有人完成比赛了吗？赛诺已经关停一个地脉干扰器了。莱伊拉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我绕着比赛区域走了一圈，并没有找到地脉干扰器。不过我想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明论派的同学们确实是出于不同的理由才把我推选为学院代表的，也许很多人只是想看我的笑话而已，但是我觉得一定也有很多人是真心对我抱有期待的。我想回应他们的期待，想让他们不后悔写下我的名字。哎，但是莱伊拉不会感到有压力吗？要说压力，当然也还是有一些的，只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已经不是必须做的事，而是我想做的事。听起来或许没有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我已经放松下来了，不用担心。这样啊，太好了。然后因为终于放松下来，不自觉的就会很困。我稍微打个盹，就一小会儿。比赛还没结束啊，这孩子也有点太紧张了吧。你是？好久不见，我也好久没出来透透气了。既然出来了，就先帮他完成比赛。比赛内容是什么来着？要找地脉干扰器是吗？让我看看。其实他已经把信息都收集的差不多了，我帮他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吧。旅行者派蒙，跟我来。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星辰有其运转的轨迹，地脉也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流动？从高处往下看，会不会觉得地脉就是倒映在大地之中的星辰呢？并非所有的星象变化都能被直接观测，有很多是通过细节做出的推论。地脉也是一样，隐藏在地下的部分可以通过元素、声音这些线索去辨别。再加上有人关停了机器，我可以对比前后的变化来推测更多信息。让我看看，差不多在这里。是这个吧？我把它关掉了，这附近的地脉应该恢复正常了。我说了，并不是我的功劳，我只是负责收尾而已。等会儿他应该就醒了，之后大概会再迷茫一段时间，然后去汇报自己关停了地脉干扰器的事情吧。你们要在这里待一会儿吗？还是去看看其他参赛者？让我看看提示器。咦，卡维和法路莎好像正在朝同一个地方走。也许是他们要找到最后一台地脉干扰器了。说起卡维前辈，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二轮比赛前，卡维前辈曾经跟另一个我聊过天，他说烦恼就像生病，不是总能对症下药的，有时要等他自愈。但依我看，他的问题比另一个我严重得多。那时候另一个我只是没找到想做的事才会迷茫困惑，卡维前辈有想做的事，
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拿到奖金，又表现得很矛盾。他明明没有第二个人格，却好像也没法跟自己完全和解。我不太擅长描述那种感觉，一个人笑着，可心里并不快乐，而是有些哀伤。不过往好处想，也许他比我有经验，更能处理这些问题。啊，你们去现场记录吧，对你们来说，这应该也是本轮比赛的收尾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说的事我们也记得了。卡维和发路山明明比赛前充满信心，结果居然是最后一个找到地脉干扰器的。不过他们两个谁会更快一些呢？我们赶快过去吧。按理来说就在这边。啊，总算找到了。卡维，你该不会……发路山前辈，我还以为前辈早就已经完成比赛了。发路山，卡维。啊，看来莱伊拉已经完成比赛了。没想到我和发路山前辈同时找到地脉干扰器，其他参赛者那边怎么样了？提纳里和阿茂弃权，赛诺和莱伊拉已经完成比赛，只剩下你们两个啦。奇怪，我记得发路山不是很早之前就开始挖掘了吗？是啊，我一直往下挖，没挖到地脉干扰器，反而挖进了一座遗迹里。我掉到了很深的地方，里面漆黑一片，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解开机关回到地上。总觉得也挺厉害的，这么短的时间走完别人一个星期的路，不愧是前辈。你呢？为什么也来得这么晚？路上遇到了很多迷路的沙狐，我将他们带到了比赛区边缘，回来的时候口干舌燥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估计是被晒晕了吧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我用最后一点体力找到了这里。真是奇特的理由。我说你真的没问题吗？一个人晕倒在沙漠里什么的，听上去就很危险吧。你说你很熟悉沙漠，遇到问题却这样处理，有些不符合你那天才之名吧。确实有些问题，不过这跟天不天才没关系，是我的选择。做法确实不妥，但不这样做我总觉得不太舒服，心里隐约有种负罪感，所以……哼，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奇怪。说回正题，看来我们都很笃定最后一台地脉干扰器就在这里，那就先把它挖出来吧。果然就是他了，我们想的没错。不过这次要怎么算呢？怎么了后辈，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在想这个环节终于结束了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与我们无关的动物被卷进危险里了吧。至于积分，等会儿去再抽一次签吧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回阿如村吧，感觉你们两个都需要先喝点水休息一下。
来第二轮比赛结束了，不知道发路山小姐和卡维先生谁更快一些呢？哎，发路山小姐呢？发路山前辈去喝水了，马上就来。我们几乎是同时找到，所以想再抽一次签。你很容易沉迷于一些事物，比如抽签。我没有沉迷，不要把运气不好说成是我自己乐意。是吗？那换个说法，你与抽签有着奇妙的缘分。那我去准备抽签用到的盒子与纸条，两位稍等。哦，又要抽签了呢，看看前辈我的手气。我中签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次是我抽中了。恭喜卡维先生，卡维的运气变好了呢。真是太不容易了，不枉你在沙漠里吃了那么多苦头呢，这次的分数就归你了。这样完成第二轮比赛的分别是塞诺、莱伊拉、卡维三位选手，目前排名的话，让我算算，塞诺先生和莱伊拉小姐各有4点积分，并列第一，往后依次是皮纳里、发路山、卡维和阿茂选手。下一轮比赛将会是最后一轮，在那之前希望大家好好休息。我听说学院游乐会的摊位推出了一些新的玩法，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逛逛。我们下一轮比赛再见啦。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。